Hello， 下午好，来欢迎收看我们的深夜厨房第91集。然后今天会有小刺啊，马铃薯的小刺啊，当然是煎炸了、啊。来，你的麦有开吗？开啊，开啊。Hello， 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今天很忙啊，做东西。要准备了一个小时了。对，时间很赶啊。你的贝壳。今天哇，今天好像我都看到很多东西，我眼睛都大，哇，这么多东西啊！来，请把我们的视频给分享出去啊，让更多人进来、啊。对 ，like and share。今天做的都是小吃，就是任何时候想吃都可以吃，早餐、午餐、晚餐、宵夜都可以吃。OK， so 第一个是我们去做要做的，你先做第一样那个先。OK， 这个要写啊，这个是马铃薯小吃啊。这个是韩式的，今天呢做第一个、就是。来，会有你帮我倒500ml 的水给我喝。OK， 来，所以正式开始啊，这是小妹薇啦，那个慧红。大家好。还有表弟啊。Hello， 大家好。好，所以来正式开始，来介绍一下你的食材。今天我们要做，我要做两样，一个是那个螺旋的那个。螺旋啊，就是。旋风土豆。Tornado 什么？OK， 旋风的土豆啊，那么这个你一定要买这个工具咯。啊，没有的话你就用刀了。用刀工不是很好，所以我就。你做一个示范，这样切成这样子。很难切。很难切啊。要用工具。还是用工具比较好。好。OK，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韩式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啊？炸 cheese 的，包着 cheese 的那个叫什么饼啊？不懂。薯饼。薯，马铃薯棒棒。差不多是这个。在韩国会吃到的、啊，现在蛮流行吃的。韩、可是我是简单的，所以我就有了，就是 mashed potato， 定了的。这是 mashed potato 来的。对 ，mashed potato。这是马铃薯捏的。马铃薯。这里多少根马铃薯泥？这里应该有200，刚才我用了一点点，所以这里应该有150咯。这里还有150根的那个马铃薯啊。Hello, Miss Tina Hui Hong. Good evening.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对，只是要用你 steam 了，然后你放一点 butter， 然后拿去 blend 就可以了。OK，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不用加其他的调料、啊，不用加，因为它本身有点甜了。所以我们拿来 blend 就好了。对，然后我们有鸡蛋液。OK， 一定问你会可以做那个 waffle mix 吗？啊，一定会给你100颗星啊。要有机器哦。然后这个是那个 bread crumb。OK， 这面包糠来了。对，面包糠。面包糠啊。Okay, 好，那有鸡蛋液，然后里面的馅料。鸡蛋液几多啊？鸡蛋这里我是一粒半。一粒半的鸡蛋 你一粒就可以咬的啦。这个呢，面包糠。这个就大概，这里应该有200到250。250啊。就看啦、因为你是要沾吗、你不用放太多的。不用太多的啦。OK， so 我还要有的就是 mozzarella cheese。OK， 我们有一个 mozzarella cheese 啊。对，还有就是这个 sausage， 香肠 ，any sausage 都可以，任何香肠都行啊。Okay, 然后我们还要有了就是 steak， okay, 就可以做成那个韩式的炸 sausage 的那种。好 ，OK， 来我喝口水先，我到现在没喝到水。所以我们先切 sausage 切半。来，我们先把我们的那个香肠给切半啊。对，你可以买普通的都行啊。OK， 今天我们做两个就好。OK， OK， 直接开二啊。Mozzarella 你就买方块的，你不要放 Mozzarella 也是可以。不要放什么？就放整条 sausage、哦。啊，整条 sausage。如果你不喜欢吃酱 cheese 的东西啊。OK， 所以我们来切。OK， 我们就切。切一小块啊。然后我们再切半。哦哟，好邪恶哦！做这个啊，晚上就吃这些啦。插上去，这个又插上去。哎呦 ，Oh my god！ 有没有特别？就是有来帮我们分享哦，来请帮我们分享啊，谢谢你们，就谢谢大家分享哦。我要这个东西，它就有拉丝的感觉咯。拉丝的感觉啊。OK。宽度是啊，宽度对，宽度。So， 然后我们就沾这个。这个啊，我们是150g 的马铃薯泥啊。就沾涂满它。这个是马铃薯捏的。
你自己去弄棉它啊，弄棉它蒸熟它先，蒸熟它，然后弄棉它就可以了。也没有放盐，什么都没有放啊。没有，你要放盐也是可以，我是完全没有的。因为里面有，里面也全部都是咸的，对，里面是咸的。OK， 我们取消十一点的深夜厨房，我们改去九点了啊。Okay. 要涂到它均匀啊。Okay, 你不均匀也不用紧，因为等一下你要沾这个。所以我们就沾这个蛋液。What could I replace with as I do not eat sausage or hot dog？ 如果我不吃呢？这样你就不要做这个喽。这样你就 skip this。因为这个是一定要有 sausage。啊，这个一定要做 sausage 啊，你可以 skip 啊。OK， 它只是涂上蛋液，然后放面包糠就可以了。我们要沾两次哦，才均匀。你还要再沾蛋液的对吗？对。好，来分享了，来谢谢分享，来我们再沾那个蛋液。沾那个蛋液。我们你可以准备一粒蛋啊，也行啊。我们再放面包糠啊。转它。喂啦 ，yummy， good idea， yes。yes。啊。但是在就是你们赶时间的时候可以做这个东西，给你的小孩啊。这个你可以用传统的方式去炸啊。嗯。炸会更理想啦，但是我们这次是用 air fryer。对，你们可以用来炸啊。因为我的等下那个旋风土豆我是要拿来炸的，所以用两种不同方式给大家呈现给大家。嗯，可以帮我放那个 parchment paper 吗？用午餐肉的肉，所以一定要包好哦，不然等下那个 cheese 跑出来。可以啊，你可以用午餐肉的肉啊，都没问题啊。啊，也是可以啊。你要不要再沾多一次蛋液？可以吗？这样子就可以了。已经分享了，来分享，谢谢你的分享，来。OK， 我就放，然后这时候你就要喷那个 oil， 因为这是什么来的？这是 cooking spray。OK， cooking spray 啊。Any cooking spray 都可以。如果我没有这个，我用茶油哦，茶油也可以啊，茶就可以了。哎 ，Kelly Fun， thank you， 来五十个star来，你可以茶油啊。啊，米奇很忙，刚刚放工就开工啊。Spray 的原因是因为你烤的时候，它会有一点那个油脂去炸嘛，一定要有点油啊。我们涂上一点油啊，它可以烤到脆脆。来，请问用什么国家的马铃薯啊？我是用 USA， 美国啊。Campbell，Yes， 等一下我们是用来烤啊。烤的，对。烤的话就油就。外面吃一个大概要正十块啊！哇，这么贵啊！我没有吃过外面的。Thank you, I love Western. Good for you. 外面的好像是不是 mashed potato 来的嘞，外面的 是面粉，对面粉，好像他们的面包一样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 donut。比较有面如果你不喜欢 processed food， 你可以不用做这个啊。用什么 cheese？ 我们是用 mozzarella cheese 啊。mozzarella cheese block 整块 cheese。我们是整块的 cheese 啊。周末今天这样早了，你太久没有关注我们了。我们深夜厨房昨天已经开始九点了啊，九点提早开门啊，这样我不用搞哦那么夜啦。呀，也是因为也是关系到很多原因啦。来，晚上好，请帮我们分享，来帮我们分享哦，让我们支持小妹一下，大妹小妹。OK， 这个是马铃薯泥啊，它是沾了那个 hot dog。有连马铃薯连酱，还有加了那个莫扎雷拉芝士，可能它是 blend 的不一样，一定要 blend 的。OK， 我们沾上蛋液啊，然后我们再放面包糠。美林 ，thank you， 来五十个星星，谢谢你，谢谢美。包到很美啊，很简单的啦，这个。怎样都会包到美的，因为那个马铃薯泥啊。方法很简单哦，这个你可以尝试做给孩子啊。女孩子应该会很爱。喜欢吃鸡翅啊，有些不喜欢吃鸡翅不会。榴莲糕啊，你可以放榴莲糕。榴莲糕可以试一下创意、啊。那不是韩式啊，那 Malaysia style。面包糠，还有用了两种不同的面包糠，这个是这个白色的会比较理想。肯定是孩子的最爱啊！啊，他减肥就不要吃了，吃了就三天不能吃东西。来分享了，来谢谢分享了。是叫邪恶厨房了，现在我们的。哎呦！Mozzarella cheese is for pizza。来，我们涂上一层油啊。Pizza， and then send him 来 ，thank you 啦，五十个欣赏，来谢谢你来。这样子，我们就拿去烤。OK， 那我们直接拿去烤啊。OK，air fryer。
你用哪里一个？你用这个夹呢？我用这夹，你用那夹。我给他们去摆了啊，好喜欢啊！再说千金的菜呢 ，don't have to wait so long 啊，所以我们可以 sleep early 啊，不要搞到这样夜。哎，这个就是这样子，然后你拿去烤，我们要烤两轮啊。要烤两次。对，因为我要翻了。哎，这个马铃薯加了什么去 blend？ 就加一点牛油就可以了。啊。这个就220度，220度六分钟啊 ，OK， 上下火啊 ，OK， 六分钟，220度，好邪恶啊，还有更邪恶的在后尾啊，好不好？ Okay. 不要少还在洗碗啊，从早洗到晚。嗨，到你啊 ，OK， 来，来晚上好，晚上好，来分享，来谢谢，来给力分享 ，Thank you very much 啊。OK， 来谢谢大辉宏。来来来，等等。OK， 来看辉宏要做什么？我新加坡卖九块一个。九块一个，跟那个。我新币啊。嗯。OK， 我今天你选了，我今天要做的就是整个 potato 拿去 bake， 就是烤。拿去烤啊？烤了40分钟，45分钟左右。就烤成这样子。对，这已经烤了的，是温温热热的。你要教大家烤多少度？什么度？没有讲。180度，45分钟。180度啊，45分钟来烤啊，上下火对吗？你要怎样知道它烤熟不烤熟呢？就是你就很简单了、啊，就是尖尖的东西插下去，如果可以插到底就是 OK 了。哎，维拉有人问呢、啊，刚才你做那个可以用来炸吗？可以啊，也可以用来炸。还有人，你会炸更好啊。我们是用 Airfire Blend 表弟的 Blend 啊，表弟的，我们的自己的品牌了、啊。OK OK， 来来，马铃薯你还有加什么东西？加 butter 了 ，OK。butter 了啊。好，我可以开始了吗？可以。OK， 我烤了过后啊，它你我是喷了，我是擦了一层油再拿去烤的。来，最后喷什么？喷油啊，刚才啊，普通油都可以了。嗯。擦、okay、油都可以了，你不用了，给、啊、看一下 spray。OK, okay。所以我们这个是45分钟，180度烤啊。45分钟，看你的烤炉啦、啊。如果你觉得还不熟的话，你就烤多一个5分钟到10分钟、啊。OK 来。OK， 我烤了过后它是皱皱的嘛，我就把它切开，这样子喽。找好啊。这是头那个。不然太晚我。看不到你的直播了，凌晨两点就要切做工了，哇，那么早啊！我凌晨两点。来，披萨有做工啊，披萨很早前做过啊。很早期做过啊。OK， 我切掉它的头，我把这个肉拿出来。它都挖掉了肉啊。我现在要的是皮罢了。要皮罢了、啊，不要肉啊。要肉，但是这个。OK， 要皮给去掉啊。这个小心啊，这个我不要弄爆啊。所以你到时候烤的时候先喷一层油在外侧。OK。再拿去烤。刚才那个可以用那个electric oven吗？电子的 oven 可以可以啊，没问题啊。上下火啊 ，OK。我现在就是把这个里面的溜那个马铃薯全部来。小弟和陈醋和黑醋是一样的吗？看醋是有很多种的。If I can buy sure, yeah, just pee in our paste 啊，好不好？我不知道他煮的黑醋是怎样的黑醋哦。Derek， 你可以 PM 表弟啊。所以你选了 potato 要大颗了哈。表弟，你这样的空缺那个 link， 然后你直接 message。然后我这一个。A fire。叫你的 assistant chef 去来了。然后这个是烤了过后。网红 is fresh look happy 啊 ，because a 9 PM show 啊、is me happy 啊。我几点都可以的。但是早点是比较好方便啦。以后可能有第二个孩子的话。啊，就比较麻烦一点。OK， 我们挖掉它空心啊。对，我那个皮小心啊，不要刮到。我不要弄啊，那皮有弄到了对吗？要整个拿去再烤多一轮。Okay? Even you are very good to ask sister ingredient the and where they doing 啊。呀，对啊，我一定要给大家清楚他做什么嘛。来，我们去掉了那个皮，不要弄爆啊，这个是重点，一定要用到皮的对吗？对啊，用到皮。啊，好棒的，全家走动员了。走动员。表弟家的最棒啊，谢谢。有点忙啊，虽然是看似简单的，其实他们。This is called jacket potato. Jacket 啊。啊。Okay, potato 啊。不懂啊 ，I don't know.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Okay. Potato 的衣服啊。Okay. 把你的另一那个 group 里面那个。Okay， 这样我把那个肉全部啊取出来，okay, 这样子就放一边先。Okay， 我们就是取出它的肉啊。Okay， 我就把那个 potato。OK， 我就放两汤匙的那个牛奶鲜奶了。来，这个是什么 ？Fresh milk 啊 ，two tablespoon， 两个汤匙的 fresh milk 啊。好， okay, 一个汤匙。我做的另外一种是两个汤匙到了。什么品种的马铃薯？这个是美国的。你买大颗的就可以了啦。大粒的不要大粒的，买一个肥的就可以了。肥的就可以了。This is the time asking a corn dog what can I use to replace the egg？ 啊，慧萍。
那、啊、用鸡蛋的话怎么样？你用水哦。我的了啊，你可以掺水啊。去沾，只是要沾它哦，沾那个面包糠嘛。然后把牛油倒入。来。牛油大概是十 gram 的牛油啦。来，牛油十 gram 的牛油 unsalted 还是 salted 了？我是用 unsalted 的，有 salted 也可以 ，unsalted 也可以。OK。Salted or unsalted also welcome 啊。OK。So 十 gram 的 butter 啊。嗯。然后。来搅拌一下。盐，我要四分之一茶匙。来，四分之一茶匙的盐呢、啊？你可以自己调自己喜欢的咸度啦哈。OK。然后。四分之一茶匙的盐。黑胡椒少许。少许的黑胡椒。来撒一点来，来大妹几十升啊？应该五月尾啊？没有，不讲话。六月尾。六月尾啊，给、okay, 来，来黑胡椒。表弟 ，fire is good 啊 ，I love it very much 啊 ，I ask my friend 啊 ，staying in KL 啊 ，to buy for me。Thank you for support 啊。Support 啊。OK， 我们 blend。Roasted potato 啊 ，is it called？ Baked potato 啦。啊。然后我现在吃是拿 ham， 薯条有做过吗？薯条好像没有做过、啊。没有。来，我们拿一个 ham 啊，拿两片，这普通的 chicken ham 来的。chicken ham 啊？看你的 ham， 你要多少啦、啊？我们拿两片的 chicken ham 啊。这小小片。美国的马铃薯比较大，比较硬啊。对对对，你如果大颗的，你就要烤久一点啦、啊，你自己调时间啦、啊。来，给、okay, 我就切成切小片喽，因为我要掺进我的 mashed potato 里面。米奇的米奇很好啊，平台说得很明白啊，谢谢啊。来，我们切成丝啊，好，不是丝，就是这什么？切碎啦、啊，切一小块一小块啦、啊。大妹怀的 baby 是不是女儿？哎，哎 ，baby boy， 又是 boy。OK， 这放进去啊，两片 ham 啊，我注定做人家的约什么？是什么？人家的家婆啊。家婆。很凶啊。凶恶的家婆。好，晚上好，晚上好，谢谢思思，来帮我们再分享啊，到五千哦，来我们找军营过后，今晚不邪恶啊，不放你们啊，今天就很邪恶了。其实我们之前做太多蛋糕了，米奇就恐吓，哎，这不像是宵夜。因为我不想要吃蛋糕，我不怎么爱吃蛋糕啊。OK， 差不多，一汤匙左右的、那个。来，我们放宽啊，一个汤匙的宽。Okay, 你基本上了，你喜欢放什么料，你就放什么料。啊 ，any 料你喜欢啊。我先放宽跟那个 ham。宽啊，啊 ，OK， OK， 我可以。这个叫什么 ？Jacket bag potato 啊？是啊，叫 jacket bag， 我没有，我以为是 bag potato 吧 okay, ？OK， 就把它全部塞回进去我的。来，不要弄爆那个衣服啊！注意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仪式感，吃一个马铃薯泥都要有仪式感。你知道我们这个烤了45分钟，180度的火，对啊。这个衣服很重要。对吧？你烤这个马铃薯180度啊，火180度45分钟，烤到那个马铃薯这样子啊。好 ，OK， 这个马铃薯要很长时间去烤。大妹以前很多，前世很多，前世情人。不是我老公，我老公没有情人呢。OK， 放的馍馍啊。对，放满满，然后拱拱。很恶心啊！你宵夜吃马铃薯啊，真的很脏的、啊。马铃薯啊，其实是最好的宵夜，它让你有饱的感觉，然后就感觉像是吃蔬菜。你要就生吃。感觉到是不是蔬菜？我觉得马铃薯就是啊、哦，什么？对，深夜厨房的食物都要迎合 Miki 的口味啊！真的，哎，很多是我提出来的啦。Okay, 你不用介意，我用手好干净的啊。哎，把要新加坡可以买 ？Yes。你的你就把它弄平了，因为为什么呢？对，新加坡可以买啊。因为什么我要弄平它呢？因为我要放一个很邪恶的东西下去。Potato in jacket, thank you 啊。Potato in jacket 啊、，OK、yeah.。And I want to add on something。Can, 哇，还要放这么多？可以做鸡肠饭吗？鸡肠饭要叫表弟了啦。哇，鸡肠饭那个可能要。What is this？ 给我看一下这是什么 ？Cheese mozzarella cheese。哎，不一样啊，应该是快了，这个是mozzarella。放披萨的，你就放披萨，因为我要拉丝。它是一条一条的。拉丝感觉。OK， 来拉丝啊。OK， 然后我们就。弄平平啦 ，Christina Wong， 给多少个我看不到啊，星，500个，哦、oh, ，Thank you 啊 ，Christina， 哇，500颗星，好吧，哇，你真的是 supporter 来了，真的，不是开玩笑，要讲铺拿吗？你在弄平，铺满满， okay, 营养师说啊，马铃薯糖分很高啊，就是要吃多点的，来，莫知道 cheese 啊，我们放在铺上面满满啊，就是不要看到马铃薯就对了，不够满，再多一点，我知道要时间 ，OK。铺满满哈，再来，给它满了那个。
那个拿出来。那你那个起司比较白一点哦，我上次用那个是比较。你那个是 cheddar。有分别的。有不一样的。Mozzarella 就是它会拉丝感觉。Can use the cheddar cheese too? Yes. Yes, 你可以 mix cheese。如果你懂得 cheddar 或者是 mozzarella cheese， 穿起来也是更好吃。分享了，来再帮我们分享一下。感恩感恩。来过五千，来差一点就。还差一点，然后到五千，然后帮大妹分享，小妹分享。不用分享也可以，留着就可以了。留着最重要，留着。OK， 这个烤老师要做六分钟啊。OK， 不要看这个人，我们先看这个。OK， 我要放进去烤十啊、我想一下，我要时间十五分钟，180度。十五分钟，180度啊。上下火啊。OK， 来。来五千人了 ，OK， 给他烤，不用担心的。15分钟，180度上下火啊，180度15分钟 ，OK， 上下火直接来烤啊。好，来压来来 ，Thank you 来五十个心啊，谢谢你们来共同分享来 ，Thank you 来欣赏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谁的成品啊？这个是我的。啊 ，OK， 烧到来是这样子的噻。这是刚才烤的。OK， 它烤到来哦。然后出品是这样，你还要更邪恶吗？五千人的，来谢谢。感恩谢谢大家，五千人看我们做马铃薯，哎，然后这个是烤的时候会不会留下来？bacon， bacon， 我拿去烤200度，大概烤一个12分钟左右啦，烤到它脆脆就对了。200度啊，12分钟烤到它脆就可以了。然后就弄到脆，卷成悠悠，放在上面，更加邪恶。GG Wong， thank you 50个star，谢谢。把我们的 bacon， 你不用担心它的 cheese 会流出来啊，流出就算有流出来也是美感啊。它不会流出来的，它不会流出来的，然后有拉丝感觉，对，拉丝的感觉啊，然后要拉给他看。 OK， 你自己拉给大家看啊，因为我有一个 sample 来的，我现在我就做这个，你可以如果有青色的那个葱啊，或者是那些盐丝啊，盐丝啊也是比较美啦。 OK， 来来，好不好，他打算要这样做看啊，做这个就是要这样邪恶的，不能 share 的， share 会打架的，你拉到丝嘛。我不懂你被拉到死，干了应该。别干了啦！怎么拉不到？你看有事哦。有啦，我在里面保温了的，看到没有？不够多呀，你是。哇！来来来来来，这样看啊。我们就是要呈现这样的效果，罪恶感。但是这是菜来的，蔬菜来的，不会肥的，不用担心。蔬菜不会肥啊，会重一 kg 吧啊，不会肥的啊。OK， 所以这个也是刚烤好了的。来，你刚才是多少分钟？再 repeat 一下。220，然后6分钟两次。Okay. 所以你倒转啊，可是你做之前你可以先放freezer 硬一下，然后再拿去烤会比较好。OK， 我重复啊，220度啊，六分钟就是。过了6分钟再烤多一次220，它就会是这样子的啊、okay ，因为它会有点扁，因为你平放嘛，所以它就会有扁。假如你要定型的话，你就放在冰橱一下。来 ，Candy Fun，Thank you 100个star，谢谢你，谢谢，感恩 ，Thank you 来很炫啊 ，Thank you，Thank you 来。满满那个，更美一点的那个盘。拿那个粉给我一下，那个啊，什么粉？OK， 他刚才那个是什么呢？那个 mayonnaise 跟辣椒酱啊，多梅多吧啊 ，mayonnaise 多梅多。Mickey could you ask Carson 啊 ，how to prevent Chinese eggplant 啊 without soaking up the oil when deep fry them？ Thanks。什么来的？啊，是说，来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紫菜啊。紫菜。什么 deep fry them 什么？他讲你 prevent 那个 Chinese eggplant without soaking up the oil when deep fry them。不明白意思 okay, 这样就可以了。Okay. 矮瓜，矮瓜。Condo, condo 是吗？还是 condo？ Condo, condo。要咬出来，它才有那个拉丝的感觉。OK, okay。就这样子。然后哦，怎样 prevent 那个油啊？预防那个什么？出来它、哦、因为它会那个很油啊，那个 eggplant 它会。你 when it fly 它会很油啊。eggplant 要烤了。FIR 烤啊 ，You can using the FIR，FIR 你就喷一点点油啊，就不会吃这么多油了。OK， 来，李生这个盘要多少钱？哪个盘？你是讲这个？啊，这个啊？这个不？这个很多年前在这个你们喜欢吗？泰国买的。OK， 这个完成了，还有一样啊，还有最后一样啊，你们一定要谁啊？喂，帮我清一下这里。OK， 来，大妹、小妹，你们手脚要快啊，大哥很眼碎哦。
没有了，他要去改改了、那个。哇，你们是比赛美食大战吗？我是要让你肚子饿。你看他，我们很紧张，知道吗？这里可以卖十块啊，可以。坐太久他会被他骂。对，坐太久会被我骂。坐太快也会被讲。坐太快也会被骂。对，坐太快也会被骂。我的脾气不怎么好啊。昨天看的直播也给五十个星啊！哎，谢谢你，谢谢你。哎，这个是旋风土豆哦，所以我们要有的就是去皮的土豆，然后要蒸水，去掉它的淀粉。这个、蒸一下啦，蒸一个一两分钟。蒸下去就是要给它去那个淀粉啊。然后我们要抹干这个。明天马铃薯断货，没有这样夸张啊。有这样夸张吗？然后这个机器的话其实很容易啦，假如你们找到的话。After bed, 6 minutes, I need to bed again. Yes, yes. 你六分钟，然后你反过来再六分钟就可以了。After deep fry the egg run, wash away, 就是说叫你洗掉啦，再洗一轮啦，你就可以了啦。OK, 你一定要买这个工具啊，如果没有这个工具就自己切啊。你要炸脆哦，你就要吹干它，烘干它，它那个带脆的，不然就不脆。OK, 我们就这样子放。诶，很好玩哦。那我玩一下。Okay. 来，马铃薯机械哪里买 ？Shopee 吧。姐，你在哪里买的？我在 Shopee 买的。Shopee 买的。马上到 Shopee 都有。慢慢推它，推开它。这个是不是来切苹果的？没有，它是专门做这个 potato 的。其实如果像水分啊，你们像风吹到干了，晒干。新地利五点 Q 啊，550个沙，谢谢你，老人家早睡一点的，早一点睡。我们就拉开它。啊，新地利就再给你50个星啊，100了啦 okay, ，Thank you 来。然后我们就放一边。要弄干它，弄干身它，等下我们用来炸是吧？对。你有上粉吗？等一下。有掺一点粉，给它干身。这个是马铃薯本来的。如果你要脆的话，你就给它脆。这个其实要脆功夫要时间哦。这个啊，我要上马铃薯粉啊。吹干它才来炸。那水分太多，不能吹。我们要吹干了，现在我们上马铃薯粉了。这个研究很多次。来送给 Miki 主播100个星星啊！谢谢你，林灿，谢谢。来，根据来，啊，请你吃 potato 啊。姜叶的东西我帮你吃就好啦，沾一点点就好，不要太多，太多等下吃不到那个马铃薯的口感。修红 ，Thank you， 来五十星，谢谢。你真正要炸脆哦，这个马铃薯哦。直接拿多一个。这个马铃薯你这样弄好了，你就吊干它。吊干它先。干到干了哦，如果它干生了，你炸才会脆。哦，要干生鲜啊！哎，但是我那时候看那些在街边摆档哦，他就直接用那个 fresh 的那个，那这样子就直接拿去炸了。对，炸。但是你吃的是干吃脆。来，一直卡，你们有卡吗？你出去再进来过啊。出去进来过就没有这样卡了，我觉得是没问题啊，我这里。OK。一样啊，我们做两条试一下。插歪哦，你那个、好，用风扇吹干啊，啊 ，OK 啊，可以开档口了，这个就是为了开档口呢。这个我们买很久了，第二集的时候我们想要做这个马铃薯，第二集深夜厨房的时候，一年了，为了庆祝我们，哎，加一年了，我这90多集了。91集今天，91集如果是一个礼拜2集的话，我们有一个礼拜，我们已经差不多要一年了。我们已经做了46期了嘞，差不多要46个礼拜了嘞，差不多一年了咯。来一样啊，我们是要上粉啊。来，晚上好，晚上好，谢谢支持啊。巴沙曼那卖的他们不知道是放什么粉，很好吃啊。他们放 cheese 粉，我买不到那个 cheese 粉，你可以放 cheese 粉啊。Parmesan cheese 粉，那种 cheese 粉哦，你在那种烘焙店有卖的，它是橙色的。
它吃起来的那个口感有点像那个 KFC 的那个 TCV， 就是这样的味道。Kelly Fun 啊，五十颗星啊，来谢谢师长给星啊。嗯，谢谢你们。OK， 我们开始拿去炸。哇，新地令哇，第三次给星啦，这次给100啊，很好玩一下啊，对呀、啊，来我们直接来炸啊。对。Can use the satay stick？ 可以。Can？ 可以。啊。所以我们直接要炸啊。请问小妹啊，小啊番薯可以这样做吗？番薯啊，你可以 try。你可以 try 啊，我们是用马铃薯啊。嗯。大妹作业啊，深夜厨房应该由米奇来做主厨啊，又会想不到惊喜，来，我应该不会出席的，如果是这样，没有人抓手机啊，这样子。啊，新地令又再给100星了，哇！哇，给一次就好了，不要给这么多。要给他就、哦。他不小心按到啊。不要给太多，给一点。不要给太多，支持就可以了。小小的支持就好。好嘞，所以我们油滚啊，要大。不用大火，不用太大火。不用太大火啊。就它有点热的时候就可以下，不然它等一下很快黑。哦 ，OK， 来慢慢来。What fry is this？It's potato flour， potato flour 还不够热啊。小弟家人晚上好，晚上好、啊，已经大力的分享了，谢谢，感恩感恩。来，为什么不用 air fryer？ air fryer 因为有线，也可以用 air fryer。air fryer 我们有 try 的 air fryer。烤的话呢，是160度30分钟就可以了，不用放面粉，直接这样烤。air fryer 要时间啊，我们现在要快一点啊。我做一个 traditional 的味给你看一下啊。那个油不够热，等一下先。等下油不够热啊。马三巴拉卖小只3.5块，大只的就4.5块啊。哇。好了，我们等到油啊，哎，新地令又再给100颗。哎，够了，够了，够了。400粒啊，400粒星啊，谢谢你啊。刚刚我们等油着啊，刚才你没有开火没？没有，它油是热的。嗯。哎 ，Can we use the cheese flour？ Cheese flour？ Cheese flour？ 有这种啊 ？Cheese 哦。有用过嘞？没有啊，你他没有试过啦。还没好，等多一下。OK， 我们先调那个酱先。要酱久了，你等那个。哎，我走过来，你在这里等我。我你走过来。OK， 我们比方我们去调一下酱啊，忘记时间更改了。对啊，要习惯9点啊。不好意思哦，慢慢就习惯了。来，我们调那个酱料啊。对，这个是 cheese powder。cheese powder 我放大概是。给大家看一下。Parmesan cheese powder 来的。Parmesan cheese powder， 但是没有。图案啊，哎、，if cook like that 啊， use satay stick 啊， can burn it or not？ 不会啊，不会啊。上面也是用 satay stick 啊。来 ，cheese powder 多少？我是放3个汤匙。哦。3 tablespoon 啊 ，cheese powder 3个汤匙啊。3个汤匙。来，你身放的是什么粉啊？那个是马铃薯粉啊。来，3个汤匙的 cheese powder，OK？、Okay? 那个起司粉啊，起司粉来的。对。来，番薯用什么粉啊？没有试过用番薯嘞。啊，马铃薯吗？建议用马铃薯啊，番薯又贵。啊 okay. 来直接炸了啦。嗯。啊，新地令168星，哇！给我撒一点那个新地令黑胡椒，黑胡椒粒多少？少许，一 pinch。pinch of 黑胡椒啊，少许的黑胡椒粉啊。嗯。别辣的脸，好滑，好亮哦。啊，搓到脸油油啊！他都有冲凉啊，看到油油啊，可怜啊！啊，半茶匙的那个咖喱泡的，来半茶，那就没了。这个半茶匙的咖喱泡的啊，我们是油跟咖喱泡的啊。好，然后我们放一点糖呢。啊，在炸这了。Thanks for sharing. Battery is low. Got to go now. Happy cooking. Thank you, 来。
多两个小时都没问题，因为还很早啊。我们也是放半茶吃的糖。来，半茶吃的糖啊，半茶吃的糖啊，好。然后我们就 stir。来搅拌一下啊。啊，等一下炸好了就啊、淋上去就可以了。要放一点这个生粉，这是什么粉？这个、七味粉啊。这个叫什么粉啊？七味粉啊。日本的那种咖啡的泡沫这样子的啦。啊，微撒一点就可以了，那个日本的。如果你没有，不用紧了。没有的话也不用紧。来，星期六88颗星啊，谢谢你啊。哇，感恩感恩。好，我们就慢慢炸，炸到金黄色。好。Curry powder can put the baba blend? 可以啊。Can. 不要放太多，放一点点，只是一个调味点点香味嘛。啊，你看他的脸油油的啊。没有。他不是光着呢，他是在我们刚才5:30的直播完了过后，他一直在厨房在研究啊。啊，涂到这个脸油油啊。来 ，Why so early start?The cooking show 啊，我们 change time already 啊， we change time already 啊，我们换了时间了啦，11点换去9点啦、啊。啊，要放鸡精粉吗？没有放鸡精粉啊。没有放鸡精粉。你有 cheese powder 了吗？就不用。Very good doing well 啊 ，and professional method 啊 ，thank you 啊。Thank you。神粉英文叫什么？有神粉吗？神粉就是这个啦，这个粉啊，日本的那种。布里卡贴。布里卡贴。那种代售或者是日本店都有卖的。就是好像那种气味粉啊，就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不一样啊。炸到颜色。牌写又没有牌子给你看啊。Whole family so enjoy and happy 啊，慢慢来，不用急啊。对，因为我们呢、啊，之前11点啊，深夜厨房、啊、很多人投诉，很想睡觉，这个太夜了。调它薄一点吗？那个这个机器调不到哎，它只有一个 size 哦，这里 size 啊，因为我外面好像比较薄哦。啊，外面比较薄。假如你的刀法厉害的话，你可以切薄一点了，所以我们就淋上去这个。I love this very much, right?那如果用 air fryer 的话，你要30分钟啊，去炸这东西啊。30分钟对，160度，可是它是口感一定是不一样啊，那个会比较像薯片的感觉啦、啊、哈。客户对你们的爱戴肯定啊，你们值得拥有，你们真的很用心啊，谢谢你的常常观看啊。谢谢。是流汗啊，对，啊，维拉流汗啊，他我们刚才5:30直播完的时候啊，差不多等6点。九个字，他就开始在厨房啊，就开始在那边研究啊。谢谢微辣的清风蛋糕啊，今天做的很成功。哇，厉害呢！微辣有爱情的滋润哦，爱情的滋润，弄到脸油油哦。哎，这样就可以了。这个铁很烧啊，你们要小心哦。啊，你可以用那种 satay 的 stick 啊。然后我撒一点这个在上面。如果没有这种粉呢？没有这种粉不用紧哦，你撒芝麻也好啊。你撒一点芝麻也好啊。也好啊。深夜食房，提早开播了，来，我们改了时间啦、啊，改了9点了啦、啊。很多人不知道是，对不对？很多人不知道9点开啊。我要打通，我在做生意。完，你可以帮我拿烧。OK， 来，我们看一下那个成品啊，会。OK， 来，会红的。OK。来来，你要盖上去才开有啊。是要讲哪个不对？要夹呢。夹，要夹。大妹小妹真辛苦啊！来，叫表弟来切一个薄薄的，表弟刀工好啊。你要不得做了，做到。啊，这样子不可以。我们没有。不可以，你要用夹夹。表弟不能用叉了。等下那个满屏都闪掉，钟老师这样子啊。哎，星期六又给100颗星啊！为那个 boyfriend 了 ，yes， 他有 boyfriend 啊，在外面骂了。发生不了，他来回来。就 optional 啊，他这个备课嘛，拿去考了。邪恶，我们要很邪恶的。没有青色的葱啊，如果青色葱。Nice，nice，yes， very nice 啊！谢谢你们的直播啊。OK， 来，这个是。它的下面呢是那个potato 的皮的，然后我们再放下去啦，然后这个，我不要吃哦，我减肥了今天。你要用刀来切一下给大家看。哎呦，
不要了，不要了，要拍照哎。还有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烤的、啊、这样拍照给他们看拉丝感觉。好。所、okay. 以、so, 谢谢你们观看啊。我制作我跟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哦。这个刀跟我们在这刀是面包刀，这是面包刀，这是落地刀，这个是面包刀，这一个是我们自己 OEM 的表弟的产品呢，我们的产品呢，表弟的产品来了，他自己 OEM 啊 ，OK OK， 这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刀是是德国杠，1.4116的德国杠，它整个，喂，你差点割到我手，哎呦，小心啊，力的，1.4116啊，1.4116 German steel， 所以你看啊，我们的刀的一些刀柄，来谢谢您们啊，100个星啊，很精致啊，很精致，啊，这个是料理刀啊，这料理刀来了，厨师刀，料理刀啊，厨师刀，啊，这个有一个，这个是女生的，这个是我们男生的，啊，当然一个水果刀啊，这个一个水果刀，我给你买这一些的刀组啊，送一个面包刀给大家，这个面包刀啊，在外面啊，在外面整200块钱一支啊！啊，你可以单单买面包刀的。啊，我们面包刀卖88块。OK， 面包刀啊，落地刀。所以你买整个刀组一set啊，他送面包刀多少钱？对，338。338啊，338一个。有兴趣可以下单。是我每一天做直播的时候都切的，所以这包刀我用了2个月过后，我们才 OEM 的，所以我是已经知道它的这个。quality 好这个品质，我们才正式是 OEM 变成我们表弟好主意的产品。Okay. 包括我们的这个 FIA 也是我们的产品，因为 FIA 我们用了2年，我的班呢用了2年，我们知道这产品的性能在哪里，所以我们敢拿来做我们的 OEM 我们自己的产品。Okay. 我们的旗舰店，表弟好主意的旗舰店，应该在下个拜三拜四就会下个星期拜三拜四啊，就会应该会好了，一切东西。现在我们只是一些桌子椅子啊，已经完成了95%了，应该拜三拜四我们就可以，到时会欢迎大家来，有空来拎个币啦，有空来坐坐啊，来最后来。来，谢谢你们观看啦、来给大家3样不同的那个马铃薯啊 ，OK、昨天的食谱找不到，你还上去就可以了。下去就可以了。下去可以了。来，谢谢你们啊！来说，维拉今天就下去了，是吧？明天就下，明天等他下新山啊！如果在新山朋友你要见维拉的话，你们可以去哦，对，可以备啊。可以斩鸡吗？那个刀这个是料理刀，我们不能斩鸡，斩鸡要有菜刀。菜刀啊！这个是拿来切肉啊，切菜啊。OK， 来，谢谢你们，谢谢大家的观看跟欣赏，有任何问题你 PM 表弟啊，好不好？我们明天5点半，电子秤88块一个啊，电子秤88块，明天5点半啊，准时见啊，拜拜。有，明天我会在格崩明天我会在格崩尼古杜的一个新的开张啊，观塘在那边，我会在那边。你没有写地址给大家待会我会写上来，我会在那边见粉丝啊。好，谢谢你们如果要买食谱，可以在那边找我。好，拜拜。